澳洲旅游，谁不想去看看那美丽的大堡礁呢？如果你想体验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那就要去澳洲的北部城市凯恩斯了，因为凯恩斯是前往大堡礁的必经之门。这座迷人的热带城市周围布满了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还有延绵数十英里的白色沙滩和一望无际的汪洋碧海。但是您千万不要以为来到凯恩斯只能看珊瑚礁而已，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以及舒适宜人的城市风情还会给您带来意外的惊喜。那现在就让我和您一起去游览吧。观众朋友，上次的大堡礁之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看完了绚丽多彩的海底世界呢，今天我们要踏上充满古朴苍绿的丛林之旅。我要带大家一起去乘坐库兰达观光火车和空中缆车，去体验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库兰达观光火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从凯恩斯开往高于海平面380米的库兰达小镇，全长75公里，一路上风光无限。优美的景色和传奇式的经历，使库兰达观光火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每年达50万人。库兰达观光火车铁路建于1886到1891年，当时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洪水，使当地赫伯顿镇的矿工们处于饥饿的边缘。在民众的呼声中，昆士兰政府决定在凯恩斯和库兰达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以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您知道吗？如果您要到凯恩斯来旅游的话，去卡瑞纳的火车之旅是您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路上的景色是美不胜收。这条从凯恩斯开往卡瑞纳的铁路呢，全长75公里，有15条隧道，全部都是由人工开辟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要过的呢，就是第一条隧道。试想一下，这个铁路呢是在1800几年建造的，那么那时候的工人呢全部都是没有现代化的设备，都是用人工和血汗真的是拼出来的。就像这个介绍中说的，不屈不挠，血汗和赤手空拳，您的旅程来的并不容易。当年人们只能凭借着双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这茂密的丛林、陡峭的斜坡以及3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间修建了这条铁路，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整个工程有15条隧道、93道弯和10几座桥，即使是现在，库兰达火车路的修建工程也被认为是个世界奇迹。
现在我们到了最具特色的景点，建于峡谷间的史东尼溪水大桥。火车的左侧是史东尼瀑布，桥下是百伦峡谷。这座桥建于1890年，有三个站架的桥墩支撑，桥高26.5米，现在它已经成了整个库兰达铁路线的标志。再往前走就到了拜伦瀑布，火车会在这里停10分钟，让游客尽情地欣赏这里的美景。拜伦瀑布长260米，每年的雨季，瀑布会覆盖整个峭壁，气势如虹。离开拜伦瀑布，很快就到了终点站库兰达火车站，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乘坐热带雨林的空中缆车。为了便于我们拍摄，空中缆车管理处给我们安排了特制的缆车。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绵延北昆士兰海岸线500多公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持续存活的雨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生态魅力的自然区域之一。这些雨林已有1亿多年的历史，曾经覆盖着整个澳洲大陆，它们曾经是恐龙和世界上最早的几种花卉植物的家园。然而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面积在逐渐缩小，现在只剩下我们看到的这片区域，只占澳大利亚土地面积的0.1%。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并确保把它们传给子孙后代，1988年它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在这个缆车建造以前呢，如果人们想去欣赏热带雨林呢，只有去做bushwalk，就是在丛林间漫步啊，或者是自己开车去。但是那样呢，第一那个路呢就是不是很坚固吧，而且呢对这个热带雨林的环境也是有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有了那缆车了，那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欣赏热带雨林。大家知道呢，这个缆车的全长呢是一共7.5公里，用了18个月就建好了。但是因为它是在自然保护区，不能有新的路建在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那这个缆线和这个塔是怎么建成的呢？那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塔这么高是到底怎么建成的呢？它其实呢是在海边，就是其他的地方建筑好，然后用直升飞机呢一片一片的把它运的这个要建塔的这个地方，然后工人走进来，然后把它建起来。那这个缆绳呢，你看这个缆绳呢也是用直升飞机运进来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工程呢采用了一种高的科技的技术。那整个这个缆车的工程呢获得了澳大利亚旅游发展建筑奖。整个全程呢，除了终点站和起点站，中间还有两个站。我们现在要到达的呢，就是第三个站红顶站 （Red Peak）。那它是最高的，海拔545米。这些茂盛成熟的热带雨林，树木可以高达50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雨林的树冠层，它是雨林的天然屋顶，保护雨林地面不受风雨和太阳的伤害，同时也能起到保持地面湿度以及利用太阳能量帮助植物生长的作用。
其实树冠层也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环境，里面有很多植物以及多种水果和花卉，从而成为无数的鸟雀及动物觅食的地方。在这个澳大利亚热带雨林中呢，有超过3000多种植物被发现。那也就是说，我们坐在缆车上，每走100米呢，你就会发现会有80多种不同的植物。凯恩斯热带雨林的空中缆车总共有114辆，在雨林的上空穿梭不停。这次坐缆车的经历呢，简直是太奇特了。大家想一下，我们其实就在几米的上空，整个这个热带雨林，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我们就在几米高的上空来欣赏整个的热带雨林，简直是太美妙了。坐在缆车上，迎着微风，看着脚下的那片郁郁葱葱、古朴的热带雨林，让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繁忙，也忘记了喧闹的城市。不过说起城市，倒不一定都是喧闹的。比如说凯恩斯，它休闲舒适，宁静而具风采，优雅而不失现代。My name is Heidi. I am from Germany. Germany. 我第一次来。因为它是手工产品，完全手工做的，这也特别受到他们的青睐。When the Chinese customers come in, they really like the kangaroo wallets and anything made out of kangaroo fur.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凯恩斯是一个一看就让人想留下来的地方，那么就不要错过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哟。